吧。哪里都可以哦，要去哪里吃的都可以。快点，你去，没关系，有人没关系。啊，你还边走边讲话。快点！哎，怎么出跑？这里是哪里？这里，这里是银主住的地方。银主住的地方不是在那里吗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然后，可能是我们帐篷搭在哪里？那里，爸爸在那里，就是在那边，溜滑梯旁边，溜滑梯还可以玩，还有沙坑。啊，带我们去一下沙坑好不好？夕阳不见了，刚刚还有看到的说，对不对，米？这里就是沙坑了。对啊，很多人还有遮阳的地方哎。有很多人玩，所以才会那么多东西。啊，那这是什么？换衣服了。嗯，好像是哦。啊，那这是什么？溜滑梯哦。啊，那走，我们去溜一下滑梯好不好？哇，有路哎、欸！快点，快点，走！这是溜滑梯吗？对呀。啊，你现在要玩了？对啊，快下！哦。小真的很大的邻居呢。变漂亮了，还有阶梯要小心哦。哇，好大哦！啊，这也是小木屋。对啊，你看，这里还有人，有人住哎。这里二姨。还有天幕可以拉起来，很赞哦！啊，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好不好？走。不要走那么快啦！走，没关系，你就走啊。哇！这是什么树吗？哪里呀、啊？这个、啊。什么树？啊，你知道、哦？啊，我。至少我知道。哎呦，这里的厕所感觉。Zippo。啊，没路了。好、啊，那我们走吧。小咪咪，你住过木屋吗？嗯，住过一次。啊，是在哪里住的？嗯，忘记了。给我跟哦。哎，这这破瓜的老根。啊，主任，我们上去好不好？好啊。啊，这有楼梯哦，要不要牵你？啊。哦。
哎，刷屏了。有很冷哦。有蛤蜊汤的味道。哇，感觉还有酱鱼啊呢。想不想吃？晚上就有了。二汤头吧。哎，这里也有人住哎。先不要再上去呀、啊。好啊。上去看看。不要走路歪七扭八，好不好？嗯，还在上课。好可爱哟、哦，对不对？哇，这里是草皮的露营区，对不对？更上一层。这里是应该是露营区。它是最上面哦。哇，咪咪，不小心把掉下去哦，好漂亮啊、哦！妈妈在那里开车开门。哇关门！哇哇哇哇！真的。刚刚那里有沙坑，然后那个又是我们玩的，然后呢？然后下面就是小木屋。那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玩吗？啊，我们走上去看看好不好？这里真的蛮大的，可是不适合玩球。不然滚下去怎么办？球就会不见。还有一区哎、欸，那几区啊？一区吧。哦，那我们走吧，回去好不好？嗯、走吧 ，Let's go。啊，这次我们来走更奇怪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那里可不可以走。哥哥。哟。这是爸爸搭好。爸爸搭好啦。可以打，可能爸爸在准备东西了。啊，离我们最近的厕所在哪里？待会可以带我去看吗？可以。啊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这条竹篱通往哪里，好不好？这里有。哇，这里有厕所。啊，这里是厕所。嗯啊。我有，走吧。应该不是。那我们走这里回去，好不好？再下去也就是我搬路的地方啊。好好走路，好不好，先生。现在应该可能快要过年了吧？对啊，今天是除夕夜。那为什么还有雪呢？忘了拆掉了，哈哈。阿里，我们最近的厕所在哪里？阿姨，冰箱又在哪里？带我去一下好不好？你说，我刚第二个问题说，就是厕所离我们最近的厕所在哪里？还有冰箱在哪里？好不好？晚一点会很冷哦，对不对？很漂亮，走。啊，那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好不好？爸爸。好啊。你说吗？晚上很漂亮，只是有点可怕。哎呦，有没有怕鬼哦？对。哇，今天早一点起床，可能看得到云海哦，对不对？五点起来，肯定有云海。对啊，可能哦。我们可能就会看到满路都是，嗯，夕阳不见了哎！哇，就下来了，掉下来了。下山了，太阳在。啊，冰箱在哪里？这里就是冰箱，还有衣服。冰箱有分冷冻库的，跟那个冷藏，对不对？冷藏区、冷冻库还有冷藏。啊，那你知道我们的放在哪里吗？嗯，大概我看这里的吗？应该大概是这个吧。啊，走吧。因为妈妈会喝酒，所以还有饮水机在这里。啊，不太长那个。走吧。奶油可乐。
厕所在哪里？带我去看一下好不好？最近的厕所。啊，你在干嘛？当机器人。哎呀。也会当车啊。可爱哦。你当变形金刚啊。吃早餐啊，不进去看一看有没有？不能进去吧。我是说我们现在。港寮之一七九。港寮之一七九。景观农场，这里是什么？还有桌椅，大概应该是吃东西的吧。卖喝卖咖啡的。啊，带哪里？啊，带我去看一下厕所装饰的好不好 ？OK。蛮好的。但是没有那个插头，还要自己回来再吹。啊，只有这要这样啊，啊，那这样不是要吹风了吗？那不就要冷死了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香啊，好像是盐酥鸡。盐酥鸡，然后荔枝想着吃。那银主住哪？银主大概住那边。那边啊。厕所旁边。了解。了解。啊，是什么接驳车哦？对啊，要不要去看一下男厕所？我来看看厕所好不好 ？OK。好，不过算干净哦。只加擦那个，只要擦卫生。可以啊，可是卫生纸在外面就有点不方便。啊，这里是小便斗，男生上厕所的，男生上厕所。哇、哦！小心小心！这里有阶梯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刚刚要踩上来。啊，我去上面看一下。要不要看看？我们去上面看看，那看过啊？哎，洗澡浴室哦。看一下。哎，看一下灯。蛮好的。还不错。还有。我们看看第二间要不要？我们快穿，不用了啊，都差不多。啊，我们上去看一下好不好？走楼梯，走。等一下，我们去要喝水。赶紧呼一下。有烟了，走。这里是景观台呀、啊，啊，这里面是什么？住宿的地方。这一间的哦，还有没有？没有。哦，走平台耶！哦，走，危险啊！这 Spiderman 才能吧？这个民族男。我知道蜘蛛人怎么来的，蜘蛛人被咬到就会变成。被蜘蛛侠抓就会变成蜘蛛人，被闪电打下就会变成闪电侠。那、啊、你想变成闪电人、闪电侠还是蜘蛛人还是钢铁人？哎，恩，那你怎么在这里？让我们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恩恩，来谁？跟大家 say hello， hello。我要豹子皮。好，起来，走吧。可以了，好，你上去 OK。Hello。嗯，我上厕所，我来上厕所的。哦，你来上厕所，那就待会见啦，拜拜。我想，不可，我想当啊什么？闪电侠，噔，跑超快。闪电侠，有一个跟他差不多，就是他是什么音速小子索尼克啊？音速小子啊，你喜欢音速小子啊、哦？来，你看喽、哦。
哇，快了快，追不到了！啊，你好快啊，我都追不上了。啊，那我们回去我们帐篷好不好？看看妈妈有没有在煮晚餐，肚子饿了。我们都知道了，阿姨晚餐想吃什么？想吃火锅。火锅什么锅？嗯，牛奶锅、寿喜锅，还是麻辣锅，还是什么锅？鸳鸯锅、海鲜锅。海鲜锅。你想吃海鲜锅？海鲜锅。阿姨最喜欢吃什么鱼？鲑鱼。白带鱼、鲑鱼。阿姨最喜欢吃鲑鱼啊。嗯。阿姨最喜欢吃什么肉？牛肉、鸡肉、羊肉。牛排。牛排算肉哦。要跟大家说声拜拜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